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。天父啊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你的信实传到万代，你的应许永不落空。你的律例、典章都是我们的教训。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导我们人生每一步的路。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你，使我们胜过试探和诱惑。求你不但帮助我们传讲你的话，更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见证你话语的大能。奉耶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